现在看的这个房是个样板间出售的，面积是2778平方英尺，2层独栋，4房，3.5卫，2车库，另外一家书房和游戏房。样板房有很多升级，家具呢是不包括的，他已经搬走了，但是所有的升级是保留的，包括了灯具啊、地板啊、台面啊。这边是车库的位置，以前是售楼办公室，目前正在复原。目前的售价是426,039。这边是书房，这是厨房客厅的开放式空间，大大的高挑厅。后楼的整个前面进行了升级，这个价格是包括了所有的升级的价格。这边是早餐厅，厨房的台面和橱柜都是升级过的。这个样板房的院子很大，这个位于 Kitty 10号以北，到亚洲城只有14来分钟。小区的税率是 3.59， 物业管理费是650一年，学校评分是6分、7分、6分。这边进来是主卧，主卧的屋顶和墙面都升级过的，室内的8尺高门也是升级哦。样板房选的材料都是挺好的。这边是洗衣房，洗衣房这边这个门也是升级，可以通往客厅的走廊，非常便利。接下来我们去欣赏一下二楼吧，有任何问题欢迎给我留言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添加我的微信，索取更多资讯哦。